性情、超自然的智慧都要充满在我们当中。在上面呢就有权柄，对不对？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。所以主耶稣赶鬼的话，还有话有能力，并且还有权柄，所以鬼都得听他，表示主耶稣在这一切之上。我那天啊，就豁然开朗了。我从来没有那么喜乐过。我跟主耶稣说了好多的话，我说你是最大的，也是最真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名，他是超乎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一切所有的名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么就所有的名必须向他屈膝下拜。只有这个名是超乎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一切所有的名。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胜过死亡、阴间，当然也就胜过掌管阴间权势的撒旦魔鬼。用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跟我一起祷告，我讲一句，跟着我说一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现在就住在我的心里面，现在就住在我的心里面。也求主耶稣纪念我，主啊，让我把生命的主权全然献上，主啊，把我生命的主权全然献上，引领我的生活，引领我的生活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，阿门。主啊，求你祝福这个公司，也祝福这边的营业，也祝福所有的公司的人员，无论在这里的，在外面的，亲爱的主啊，你都差派天使与他们同在。从这个地方，主啊，你断开一切撒旦魔鬼在这里的作为，断开一切在这边的长老。主啊，我们奉主的名祝福，因为这是一个用你的名所设立的一个公司，这是让你能够得到高举的公司。亲爱的主啊，你就在这个公司做你奇妙的作为。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